Hello， 多謝天父，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，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。嗱，我哋親近神咧，有一個秘訣可以開心嘅、喜樂嘅，點樣呢？因為好多人咧親近神就點啊？神啊，你喺邊度啊？快啲嚟啦，快啲嚟啊！哎呀，神啊，你喺邊度啊？咁佢成日都覺得神好遠。嗱，其實聖經話咧，我哋親近佢就親近我哋。我哋就算做最少嘅嘢，就算一杯涼水俾一個小子，都不能比得上次。即係神中唔中意啊？中意。咁神中意最少嘅事，咁我哋全咁神中意，神会唔会笑啊？圣经有西方亚书三章十七节话咧，他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咁神会唔会开心？会唔会欢呼？咁所以神欢呼，咁我哋可唔可以欢呼啊？可以啊！圣经好多地方都讲欢呼。不过有啲人咧，佢就唔识得捉实呢个应许啊。圣经话咗，我哋亲近神或者遵从神，做任何小嘅事，神都欢喜。咁我哋咪？可以開心啦，由早到晚都可以開心。嗱，呢個秘訣咧係非常重要，亦都係根據聖經，唔係我作出嚟嘅。有回音可以將個回音熄咗佢。咁咧就係即系咧，我唔使即系捉實神嘅應許，唔係驕傲啊。神應承咗，我哋總之親近佢就歡喜啦。咁所以成日你可以話咧啊，我而家親近神讚美神啊，你煮飯啊、洗米啊、刷牙啊、沖涼啊。掃地啊，乜乜都好好啦，你都可以一路讚美天父，行山又好，多謝天父，神就歡喜啦，我又可以開心，哈哈哈哈，喜樂嘅心乃係乜嘢啊？係啦，喜樂嘅心咧，醫治你嘅心靈，醫治你身體，仲醫治埋周圍嘅人添啊，係咪啊？你開心，人哋會唔會得醫治啊？會喎，即係你越開心，你咧處理人嘅問題都會更輕鬆喎。嗱，仲係有回音。仲即係會更加輕心，那個 effect 嗰度熄咗佢 ，effect 嗰啲熄咗佢，咁咧就即係咧，原來我哋成日都可以開心啊！呢個係基督徒喜樂嘅秘訣。嗱，點解好多人唔開心咧？我講好簡單嘅例子啊！啊，因為右手當係好嘢，神嘅恩典同埋人嘅好嘢；左手咧當係唔好嘅嘢。好啦。神好嘢咩咧？神啊，接纳我哋啦，神爱我哋啦，耶稣为我钉十字架咧，耶稣救我哋啦，圣灵感动我哋啦，带领我哋啦，加力量俾我哋啦，呢啲好嘢啦。人嘅好嘢嗱，哇，有啲基督徒喺我哋周围几开心啊！教会对我哋嘅帮助照顾啦，教牧对我哋嘅帮助照顾啦，呢啲好嘢啦，家人对我哋照顾，感谢神。嗱，你睇呢啲一个人就开心嘅，但系咧，好多人咧就睇乜嘢咧？哎呀，嗰个人真系衰啦！哎呀，好多烦恼啊！哎呀，咩唔好啊？你想數不好嗱，而家回音仲大，係啊，而家回音仲大，嗰、那個回音，咁咧就越即係、就是、你越睇唔好嘅嘢咧，嗰啲唔好嘅嘢咧就越令你煩惱，係咪啊？神嘅心意係咪我哋喜樂啊？係啊，咁我哋可以選擇喜樂啦，選喜樂都有好多層次喎。有啲人咧即係唔煩就叫喜樂。我哋係可以讚美神，神就開心，我哋就可以開心笑。嗱，唔係叫你成街笑，成日笑。不過咧，成日都有個微笑嘅心態，咁咧就總係開心嘅。咁咧，神就歡喜嘅，神就會祝福你。你越開心，你就越健康，你就越結出果子，係咪更加好啊？嗱，所以呢個秘訣咧，大家記實，難唔難記啊？呢個秘訣，我哋一親近神、尊重神，神就歡喜，所以我就可以開心，係咪啊？神開心，我哋開心。咁你由早到晚都開心，嗰啲唔好嘅嘢使唔使成日諗住啊？唔使噶，但有啲人咧就得閒咧就諗噶，哎呀邊個真係衰啦，哎呀呢、這個人真係衰啦，哎呀嗰啲環境真係差啦，哎呀我啲病痛嗱，你越諗病痛你就越痛嘅，咁你越放鬆，讚美天父嗰陣咧嗰痛楚就減少啊，你越成日讚美神咧嗰啲痛楚減少，你越輕鬆咧越得到醫治嘅。好啦，嗱我哋今日信息講到咧，進入神更強烈嘅同在。喜樂是進入神強烈的同在的其中一部分，然後呢繼續去即還有更多層次的了，我手一指一指你就麻煩了。那呢聖經講到約翰福音十五章就講到呢，有些人呢就成在耶穌裡面的，不過有些人呢他屬我原本在我裡面，不結果子就剪去。果子包括什麼呢？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和愛人的心、啊，即有些人信耶稣得个头脑信的，个心没有信，即是不觉得神那么好的，于是又不会关心人，又不会祝福人，又不会帮助人，这样的时候完全零果子。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，我们信耶稣得救，
但你完全零果子咧，即係話你根本係唔得救啊！咁你死啦！我冇果子點算？咪悔改求主耶穌幫你親近神，咁你關心人為佢祈禱，你咪開始有果子啦，係咪啊？聖經話咧，有啲人完全冇果子就點啊？冚下來啊，剪去啊！哇，好凄涼噶，係咪？所以我哋希望我哋個個都活在耶穌裏面，常喺耶穌裏面，耶穌就常喺你裏面。呢、這個人就多結果子啦。嗱，聖經咧有講到神更強烈嘅同在。嗱，有啲人翻教會好多年都冇聽過呢樣嘢，唔知道神有強烈嘅同在，同埋冇咁強烈嘅同在。嗱，神係無所不在，不過神嘅同在係有程度，係聖經有講嘅。首先詩篇34篇第八節，我一起讀下。你們要常常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嗱，呢度講到咧，神嘅同在係唔可以常到嘅，常唔常到嘅，係常到嘅喎。嗱，常到乜嘢咧？照先敬拜有冇覺得平安喜樂啊？你平時敬拜有冇啊？有嘅喎。嗱，呢個咪常下主恩嘅滋味咯。同埋咧，你發覺投入敬拜是更強烈的，是不是？即是說原來可以嘗到主恩之味和加強的，那你就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，是不是有福啊？投靠他的人有福啊，所以越親近神越有福，這件事是真實的。所以你越由早到晚整天讚美神，你越喜樂越有福，你越輕鬆做人做得開心享受。有些人總是不懂享受的，我認識有個人是這樣的，未結婚經常想著要結婚，又怕不能結婚就不開心，結了婚又想著老公的不好又不開心了，後來老公早死又沒有老公又不開心了，即是未結婚又不開心，結了婚又不開心，丈夫離世又不開心，即是一世都不開心。哇，淒不淒涼啊？淒涼，你想不想這樣啊？其實不用這樣的，是不是？不需要這樣的，我們是可以活得開心，你日日都嘗下主恩之味，由早到晚都讚美神，你開心很多的。你不要以為你讚美神要給一些東西神，其實你不是給一些東西神，是拿神的東西，是不是？有些人以為我回教會 是益下神，不是益下神，你回教會是自己得福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們就真的投靠祂的人有福的，嘗下祂主恩之味。同埋咧，神會將平安俾你喎。嗱，神啊將平安俾你啦，又叫你得安息啦。哇，神嘅愛轎灌喎，係可以經歷噶。你越相信神嘅愛，嗱，你點樣相信神嘅愛？你又諗住，啊，耶穌，你喺天上咁開心，點解你走地上俾人釘十字架咧？你真係好錫我，你真係好愛我哋。我哋唔聽話，你都多次感動我哋。你又賜俾我恩賜，又俾我能力，又提升我。你就想想神怎樣幫過你。我想問下你，人幫你有沒有神幫你那麼多啊？還有你吃那些東西好吃的東西，有沒有想想你有時人就想誰煮給我吃，其實那些材料是哪裡來的？是神給的。你會想想，哇，神做很多好吃的東西，於是呢你就多謝神了。你越多謝神呢，你就越想想想想，哇，神真的好了，我真的多謝你的愛。你越感激神的愛，你越經歷到神的愛。我是曾經經歷過很大的愛，所以我知道天堂的愛更大。我一想耶穌，喜樂就湧流的，能力又流過，又會有感動的，真的是很享受的。所以我很向往去天堂，不過我想祝福更多人都可以去到天堂，所以我就情願一路侍奉到幾時呢？你猜我？有些人問我你退休未？因為我的同學很多退了休了，我說我做到最後，在個世上最後一分鐘，如果有人來探我，最後一分鐘我都會盡量祝福他，即是如果我還開得聲的話，到時我都會祝福他。就是說呢，我們一世都是想著榮耀神，祝福神，祝福人，神就歡喜到不得了了。多謝天父，哈利路亞。還有呢，我們可以有神醫好傷心的，你說我很傷心的，給神去醫治，不要看那些不好的東西，看神的恩典，你的人就容易被醫治了，就整個人開心，現在沒有了，多謝天父，多謝天父，有他們，有你們，多謝天父，哈利路亞。有周圍的人真的好了，是不是？多謝天父，凡事謝恩。好了，有些人會有困難，但是聖經說什麼呢？雖然行過死的幽谷，我都不怕遭害，因為你與我同在。即是說神是經常在一起，是不是？
神时时同我一齐，时时咧陪伴我哋嘅。同埋咧，诗篇139篇第五节，一齐读：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原来神咧系时时围住我哋。咁咧，但系有啲人咧就会时时感觉到神嘅同在。我系好感觉神嘅同在嘅。嗱，大家试一试企起身啊，睁埋眼，因为谂住耶稣。耶稣好锡我哋，我哋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。嗱，你从个心底说话，耶稣你真好啊！耶稣你好到不得了啊！耶稣你真系好到不得了，所有好嘢都系你嗰度嚟噶。我嘅好处不在你以外啊！我多谢你，我好感激你，多谢天父，感谢天父。大家留意一下，有多少人觉得平安轻松？请你举手。这个就是感受到神的同在。你越投入，你日日都这样做，你就越经历的。多谢耶稣。还有一件事，可能有些人不知道。在启示录1:17，约翰一见到耶稣就立刻怎样？扑倒在地上，就跌在地上。扫罗追杀基督徒，在使徒行传93-4，他看到荣耀耶稣又怎样？就扑到地上，其实是跌倒。但神的同在能力强，因为他不只是影响你心灵，他影响你身体的。你会可能会企不稳，可能会跌倒。有些人未那么强，你会摇动。你中间很多个都摇动，不是企不稳的。你试试再爱慕神，你留意一下，你有没有种力量摇动你，是很舒服的，很平安。你试试多谢耶稣，耶稣你真好啊！耶稣你真系好到不得了噶！耶稣你真系好好，嗱你开声叫出嚟，耶稣你真系好好啊！耶稣你真系好，我多谢你啊！我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！头先有人有喜乐啊，系咪啊？呢个姊妹有喜乐，你可唔可以大声讲出嚟？你里面觉得乜嘢？好开心啊！好开心，系啊，圣灵感动我哋啊，好开心。可以有喜乐涌流，呢个姊妹都系喺度笑紧。你系咪喜乐？你走出嚟讲，快啲走出嚟讲，走出嚟讲。你觉得乜嘢？耶稣即系喺我里边咯，系啦，系咪里面有喜乐走出嚟啊？系啊。原来咧，越亲近神可以有喜乐噶，同埋你发觉好多个都喺圣灵嘅能力之下摇动，系圣经有讲嘅。好，大家请坐吓。原来你发觉越亲近神。神就在我们前后环绕我们，按手我们身上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即是遇上天堂，是不是？愿你的旨行在地上，愿行在天上，就是这些人越在地上经历到神了。摩西呢，哇，他真的 很大贪的，你用这个角度看，是好东西来的。神啊，我想看看你的荣耀。哇，即是他真的有很有这个渴慕的心，我希望大家都跟神说，神真的有些人会看到耶稣的，不是骗你的。我曾经为3个人祈祷，2个多次去天堂，不是死的那只，是祈祷上天堂。有一个祈身祷都见耶稣。如果你想了解多一点，你上网找叶牧师，你可以看到，你可以联络我，我可以帮你，或者你见到耶稣都未听，不知道，我没有担保，我自己又见不到的，但我又不紧要的，我觉得不紧要，神给什么我就欢喜的，我欢喜神，我不会说，哎呀，人家有我没有，那就妒忌的，不会妒忌的。他求神显他的荣耀，但神答我是什么呢？我将我的什么恩赐，就是说神的荣耀就是充满爱的，充满恩赐的。原来我们越亲近神，我们越渴慕神，就越有神的恩赐。那神的荣耀，祂的恩赐包括什么？一起读吧。恩赐、喜乐、爱、圣洁、尊贵、善良、能力，即是神的美善，神的属性都在祂的荣耀里面。我们越亲近祂就越经历到的。摩西落山的时候，祂的面皮怎样？发光。哇，这个神同在强不强烈？哇，真的很强烈。还有一个人，起码圣经记载有类似的经历，是哪个？司提反啊，临死的时候他说什么？他的面貌好像天使这样啊。这个人呢，就是在经历到好像摩西的经历。
嗱，呢度講到長時間親近神，就是、一班先知咧跟住撒母耳。當時掃羅受膏作王，咁樣咧，撒母耳就叫佢去啊揾一班先知，嗰班先知全部喺度奏樂器喎。呢、這個撒母耳記上十章同埋十九章，咁因為佢哋就唔係練歌，唔係練歌，應該係敬拜神。然後受感説話，原文受感説話係説預言啊。咁由神嘅靈就會大大感動你啦，你就同佢一齊受感説話，你要變為新人。哇！原來神嘅同在，人可以變為新人喎。其實我自己做咗牧師15年之後，有一次有個報道家為我按手祈禱，我經歷好大嘅電流，好大嘅愛進入我裡面。我即刻話：原來可以咁樣經歷神，我就好多祈禱啊，就盡量保持神嘅同在。之後為人祈禱，好多人經歷神，呢個係禮物嚟嘅。咁咧。就是變為新人了，即直情咧成個人改變。大家越親近神，你就發覺你越嚟越改變，越嚟越更新改變啊！咁佢就話咧，第七節我哋一齊讀啊。這兆頭臨到你，你就可以趁時而做，因為神與你同在。嗱，神係無所不在嘅。咁呢度講到神與你同在咩意思咧？係即係神特別嘅同在啊，特別強烈嘅同在，係會加喺你身上。咁啊，當掃羅一轉身離別撒母耳咧，都未去到嗰班先知嗰度啊，佢就神就賜佢一個新心，因為佢同撒母耳傾偈啊，一離開，哇，即刻轉嚟一個新人，呢、這個就係神嘅同在喺佢身上。原來神嘅同在係可經歷嗱，好多人佢就係以為信耶穌，咁咧就已經係好噶啦。咁有啲咧就會遵從神嗱，遵從神係好嘅，但有一樣嘢好多人漏咗咧，係親近啊，少親近。一首詩歌，嗱，呢首詩歌咧，啊，即係佢有好嘅地方嘅，不過咧，大家可能識，不過佢講漏咗啲嘢。佢話咩咧？信靠信服，慈愛並無必煩，若要得耶穌喜樂，必要信靠信服。佢就話信靠信服係啱喎，不過漏咗一樣幾重要嘅親近。我不是彈呢首詩歌，我只係話咧，好多人的思想就係有信同埋遵從，咁咧就順服，就冇諗到親近神。其實親近神是聖經很強調的一樣嘢嚟噶，係親近是很重要的，當佢越親近神，神的工作就越大啦。然後撒母耳記上19:20就講到咧，有個人咧見到一班先知受感説話，撒母耳站在其中監管他們，即係原來呢班咧就係撒母耳嘅先知門徒啊，成日帶佢哋親近神，成日親近神。所以我鼓勵大家，你可以嘅話聚集一啲人喺你屋企，成日親近神，神嘅同在喺你身上咧，就會祝福你同埋你嘅教會，亦都可以問下你教會，我哋一齊嚟祈禱好唔好啊？咁佢實歡迎嘅，就喺神嘅同在。咁呢度亦都有祈禱室喎，樓上。咁咧，你又喺神嘅同在咧，亦都會帶嚟神嘅祝福。嗱，以諾咧，哇！呢、這個真係高度嘅與神同在啦，與神同行300年，神就點啊？將佢接咗去，哇！真係好特別啊，冇經過死嗱，這個人咧真係好特別嘅經歷。好啦，既然神嘅同在可以有程度，有程度，你信唔信啊？信唔信有程度啊？嗱，如果你唔信，你可以問喎。而家你譬如你話啊，我唔覺得係喎，你可以問。譬如你話我唔係好認同啊！你可以發問嘅，即係而家係可以互動嘅。如果有人我唔係好明白或者唔係好接受，你可以舉手，我即刻俾個麥你，你可以講出你嘅問題出嚟嘅，唔使驚嘅嚇。如果你諗到，你一陣間可以舉手。好啦，個問題點樣進入？嗱，詩篇16篇第8節呢個大衛嘅詩，大衛咧成日都形容佢同神嘅關係喎。咁佢形容咧，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，一齊讀嚇。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邊，我便不致搖動。因此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嗱，呢度講到點樣可以心歡喜、靈快樂、肉身安然居住啊？將神常擺在我面前，即係成日咧都親近神，親近神咧，神嘅同在就加強啦。是成正比例的，你少親近神，神的同在就少了，你多親近神，神的同在就多了，這個是聖經的原則，即譬如撒母耳那班先知門徒，多親近神，就多有神的同在，
咁咧老底家教會嗰啲啊不冷不熱，咁啊少有神同在啦，係咪？啊，同埋以弗所教會咧，佢離棄咗起初嘅愛心，咪少有神嘅同在咯。即係越親近神，越愛神，嗱亦都遵從神喎，即係唔係淨係親近喎？有啲人淨係親近，淨係祈禱，其實祈禱咁，佢冇去遵從，又冇去侍奉。嗱，我哋侍奉咩意思啊？唔係一定喺教堂侍奉嘅。總之傳福音，建立人嘅靈命，幫助人。即係你唔係一定要有教堂有崗位啊。你有崗位是好的，但你沒有崗位也好，你成日關心人幫人呢就已經是侍奉神的了，那神喜悅的，即是說你遵從神，神喜悅的人神會跟你一起，也都同時是親近的，一定是親近和遵從和侍奉的。大衛呢講到他形容他跟神關係，他真的很渴慕的，即是在聖經裡面呢這個即是形容跟神關係很強烈的其中是大衛，另外一個是撒母耳，但撒母耳就不是即係佢冇形容佢點樣啊，唔係好似大衛咁形容咁多嘅。咁佢形容咧，大衛形容佢咩咧？佢話有一件事我曾經求耶和華，我仍要尋求就係一生一世住喺耶和華殿中，做乜嘢咧？瞻仰佢嘅榮美喎，喺佢殿裏求問。嗱呢度講到咧，佢唔係話瞻仰聖殿嘅榮美喎，係瞻仰神嘅榮美啊！即係大衛咧，其實有好可能有啲超自然嘅經歷，佢睇到神嘅榮耀。詩篇22篇大家熟不熟悉啊？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，他們分了我的外衣為我的裏衣黏扣，是預言什麼呢？耶穌釘十字架，他用個我字，即是很可能大衛是經歷到耶穌釘十字架，他用個我來形容耶穌釘十字架的，是即是他的經歷，屬靈的經歷是非常之深的，他呢還有神呢指示他聖殿的樣式的，只是他聖殿怎樣起發，他就告訴所羅門聽的。所以這裡他講到他就很渴慕來到神的殿，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裡面，瞻仰神的榮美，看看神的榮美。其實我們都可以經歷神的榮美，你祈禱的時候有平安、輕省、喜樂，這個就是神的榮耀。你會發覺整個人呢跟之前的感受是有點不同的，即譬如你很繁忙，咁你跟住咧就企喺度，或者坐喺度平穩安靜，一路諗住耶穌，耶穌你真係好啦，即刻平安嘅喎。咁咧呢個就係神嘅同在帶嚟啦。咁呢個係經歷到神嘅榮耀。我希望大家咧時時停留在神嘅同在同埋佢嘅榮耀，咁樣咧我哋就越嚟越進入佢嘅同在啦。嗱呢個第五節咧講到咧，佢遭遇患難咧，神咧會暗暗保守佢。將佢喺佢個亭子裏，將我藏在佢帳幕嘅隱密處，即係神會將我藏喺佢隱密處，同佢一個密切嘅關係，係非常密切嘅關係。你會感受神嘅同在同埋能力同埋喜樂平安咧，喺你身上加強嘅。咁咧點樣樣可以有呢種深度嘅關係？好重要就係心靈誠實敬拜。我哋嘅魂包括乜嘢咧？三樣嘢一齊讀下。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咁同埋我哋嘅靈啦。咁啊，點樣思想、意志、感情去敬拜咧？嗱，有啲人敬拜係點樣咧？淨係個頭腦嘅，淨係個口嘅啫，或者淨係只腳。有啲人跳舞喎，佢跳舞不過咧，嗱，我最先嗰啲跳舞好投入啊。不過有啲人跳舞咧，淨係關心自己嘅腳步啊，點樣跳得好啲啊？咁即係淨係注目喺嗰度，就唔係注目喺神啊。有啲人敬拜咧，淨係注目喺嗰啲歌詞，就冇去到神嗰度。我希望大家咧。想住神，同埋有啲人祈禱咧，係向空氣祈禱嘅啦，神都會聽嘅，即係話讚美神，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，神會聽嘅。不過咧，你越係諗住對住神，嗱，我用一個例子啊，譬如你好中意嗰人，或者你太太、你丈夫咧，希望係啦，即係有啲人未必係好中意丈夫，但係咧，咁咧佢又去咗第二個地方去做一啲工作啦，譬如去咗幾日咁樣啦，咁你咧就諗起佢啦。咁你諗起佢咧，可能係同佢講嘢啦，即係有時會人會同佢講嘢啦。你咁啊乜水啊啊，你唔會走向空氣喎，你好似諗住向佢講咁㗎，係咪？即係諗住啊，我好想快啲翻嚟，好想快啲翻嚟，你快啲翻嚟，我見到你啊，好開心㗎，我會。咁你咁樣講嘅時候，你會諗住佢㗎嘛？你唔會淨係諗住空氣㗎嘛？係咪？但係有啲人祈禱咧，多謝天父，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係即係冇個目標嘅。嗱，不過神都聽嘅，即係你神親愛天父。但是最好你是怎樣想著耶穌在你前面，你不用想他的樣子，他在你前面，你就歡喜神，變成是有目標，多謝天父，是想到他很個人性愛你。重點在這裡，
點樣呢？你諗住耶穌而家好錫你啊，好關心你啊，一路諗住你啊。咁嘅時候咧，你會更加經歷神嘅改變同埋神嘅能力嘅。就係你一路讚美神嘅時候，你諗住耶穌而家望住我喺度笑緊啊，你唔使諗佢嘅樣嘅，佢好開心啊。耶穌啊，你咁開心，我都好開心啊。咁咧好個人性啊。其實我哋親近神可以好個人性。嗱，呢個思想意志感情係幫我哋個人性嘅，整個思想認同神係最好嘅。我哋所有嘅好處不在神以外，所有好處都係來自神嘅。神你真係好啦，我就好歡喜神，欣賞神，跟從神係最好嘅。嗱，我有四點係動力嚇，親近神或者遵從神。希望大家記得，第一，神係全能嘅，乜嘢都得，佢乜嘢都幫到我哋。第二，神好愛我哋，睇重每一個。第三，親近神、遵從神、侍奉神，一定蒙福。第四，不聽話、不親近神，犯罪一定有破壞性。很簡單，神就掌管一切，神就很疼我們，看重我們，很想提升我們。你一親近神、遵從神、侍奉神，他一定喜歡。你不聽話、你不親近神、不遵從神，一定有破壞性。因為為什麼呢？你浪費你的生命，就好像個人將那些1,000,2,000銀子埋藏在地裡面，他沒有用，他閒懶不結果子的時候，他就是一定有破壞性的。那你越聽話呢，就越蒙福。嗱，呢四點咧，你就話我好想得到神嘅祝福。我相信神凡事祝福。你相唔相信神能夠凡事祝福啊？真係凡事祝福嘅。我自己嗱，我咧承認我嘅年歲咧，有啲人可能知嘅已經，因為我有時都公佈嘅。你估我幾多歲咧？你估我幾多歲咧？你估我幾多歲咧？我72歲喎。但是呢，我是不需要戴老花眼鏡，不需要戴近視眼鏡，不需要戴遠視眼鏡。即是呢，很多人後生我都說，為什麼你看到那些細節？我說是的，沒問題的，多謝天父。即是呢，神給我整天由早到晚都一路，即是呢，整天我都寫東西幫人的。我也是宣教，他們宣教呢，有個影片剛剛放上去的。我宣教有一個傳道人呢，他看到我的講道神屬性講道法，即是話咧，成日都講神嗰個恩典同埋佢嘅屬性咧，佢嘅點樣愛我哋、關心我哋，嚟到激勵人去聽神嘅話。即是神咁睇重我哋，我哋一聽話咧，神就歡喜噶。神有個計劃喺我哋生命之中，神要提升我哋每一個，每一個都重要，每一個都有奇妙計劃。我哋去到天堂咧，就知道哇，那個計劃咁好嘅。不過好多人唔聽話，所以佢去到天堂先知道，哇，原來神俾我咁好計劃，結果我咧又唔係。不入到計劃，又成日鬧交啦，俾人鬧啦，又唔開心啦，又離婚啦，又啊乜嘢都唔好啦，又失敗啦，又俾人炒魷魚啦，咁啊，即係有啲人生命係咁噶。佢唔知道原來神有個好好嘅計劃噶。我哋一路聽神話咧，你就入到呢個計劃。就算而家都唔係太遲噶，而家都可以入到嗱，到年紀大嗰時咧，係唔會入到曬最好嘅計劃噶。但起碼再入多啲，入多啲，越投入就越入多啲。咁你就發覺原來神一早計劃曬幫曬你嘅，又賜力量俾我哋，賜聖靈俾我哋，賜恩賜俾我哋，一路幫我哋。咁呢個傳道人聽咗咧，佢話：哇，這個真係好啊！佢話佢要傳俾好多地方啊。咁我咧就一路咧，即係將啲材料寫俾佢。我成日得閒我就寫寫寫寫。佢係學得好快，我都希望大家有心去學去侍奉。嗱，你有心侍奉，你可以聯絡我嘅。咁你上網揾葉牧師，你揾到噶，我就會幫你，幫你咧喺你嘅教會祝福你嘅教會，祝福周圍嘅人，亦都係宣教啊各方面去俾神使用嘅。咁咧即係我整個思想認同聽神話最好嘅，然後咧意志我決意跟到神，跟曬跟住神侍奉神，直到最後一分鐘，呢個係我心意嚟嘅。感情啊，好多人就覺得點解要感情咧？啊，聖經講神對我有感情喎，佢因你喜樂而歡呼，歡呼有冇感情啊？他說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，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，就算有忘記我都不忘記你。那你有沒有感情啊？有感情啊。那神有感情，很多人就覺得我怎樣跟神有感情，神那麼遠我都看不到他怎樣有感情呢。其實你吃東西的時候，你有沒有想到哇，神做的東西真的好吃的。你喜不喜歡芒果的香味啊？菠蘿的香味啊？就算叉燒的香味，是吧？燒鵝的味道又不同一點，是吧？啲蝦又唔同，個蟹又唔同喎，就算飯都有飯香喎，係咪啊？哇，真係好啦！食下嘢之前聞下先啊，仲好食喎，係咪啊？
BB 香中唔中意啊 ？BB 都香噶喎，真係好特別噶。唉，原來咧好多嘢都做得好靚。神啊，多謝你，神又感動我哋。咁我哋神咁多好嘢，係咪應該中意佢啊？嗱，我話俾你，我中意神，中意到發燒噶。我成日諗到耶穌，耶穌你真係好到不得了。耶穌啊，我好中意你，我好歡喜你，我成日真係好歡喜耶穌。我一歡喜耶穌咧，神嘅歡喜又臨在我，成個人充滿喜樂，充滿力量。大家都可以嘅，你由早到晚見到乜嘢都歡喜，神啊真係好啦！你見到周圍嘅弟兄姊妹，佢哋真係咧有愛主嘅心，我又歡喜咯喎！多謝天父，我見到乜嘢好嘢我都歡喜。咁樣做人咧，真係係咪開心好多啊？亦都成日得力啦。嗱，就係諗到神就歡喜啦，同埋成個靈啊，凡在個裡面都稱頌佢聖名。整個人的裡面都稱用神的聖名，這樣神就容易充滿你。很多人祈禱是怎樣呢？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神啊幫我，快點找個老婆老公，麻煩你快點給我錢，給我份工作，生個兒子生個孫，麻煩你，我需要的，快點快點快點，即只是給個清單，神 shopping list 清單，就不是想到神多美善，我就愛神。聖經第一個最大吩咐是什麼？最大戒命是什麼？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啊！是不是最大戒命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求主你的神啊？不是啊，很多人經常求求求求求，沒錯，不過你不要只是求，因為你未求以先，神已經知道了。我們就是全心全意愛神，你試試用多些時間歡喜神，已經是一種祈禱。我一路講信息，我一路喜歡神，我一直喜歡神，神的同在就跟我一起，所以我說的時候我都發覺那些說話一直流出來，不斷湧流出來，即是我真的多謝神，這個是神的恩典。你多點聽我的信息，網上聽你會都會慢慢你神的同在會湧流在你裡面渴慕了。大衛這個這段經文很可能是他被掃羅追殺的時候，在曠野的地方，他說我切切尋求你，只是看紅色那些，哇，他用很多形容詞，很切切地尋求神啊，我渴想你，我切慕你，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加好啊，我重讚你，我稱重你，我奉你的名舉手，在床上睡覺都紀念神。我睡上床我是這樣，我想著耶穌，耶穌，耶穌，這樣很快睡著了。在夜間的時候思想神，我的心就像飽足了骨髓肥油。想神的心真的很飽足，不會有那種枯乾。但有些人真的枯乾，有些人甚至覺得哇，做基督徒好像做做下好像沒什麼目的一樣，因為 他不看到一定有神的同在才有力量，沒有神同在是沒有力量，是猛地侍奉猛地侍奉，哎，死了，要傳福音，快點救多些人，快點救多些人，只是救多些人，但自己沒有神的滋潤，沒有神的能力，是做到枯乾的。有些人侍奉到枯乾的，但是如果我們時時都思想神，你就很開心侍奉神，你裡面就湧出重讚神的說話，湧出神的智慧和能力和喜樂，你整個生命就改變了。我真的覺得感謝天父是越來越充滿的，我越來越涌流啊！神的信息和喜乐越来越涌流，大家都可以的，任何人都可以，因为神好想啊！大家一起讲，神好想这样充满我的，神好想跟我有密切关系的。我一亲近神啊，神一笑到见牙不见眼的了。所以我可以欢乐的嘴唇来到赞美神了。譬如保罗西拉被人捉了去坐监了，如果有些人被人捉了去坐監，因為傳福音就在那裡埋怨神，神啊，為什麼會這樣，我傳福音被人捉了去坐監，但是他們做什麼？讚美神到半夜，那些囚犯都側耳而聽，又跟著監門傳開，不是一定你一讚美神就全部的問題立即走了，不過這一陣神選擇這樣做，就原來親近神就有力量，在最困難的時候最好就是親近神，因為一切在神的手中。那你有些人說，如果一切在神的手中，為什麼神現在立刻不將那些問題拿走呢？有些人就認為神沒有將問題拿走，就是他不愛我。我們想一想，約瑟他愛不愛神？他
他爱神，但他使唔使坐监啊？他要坐监，系咪代表神唔爱他啊？唔系、哦，他都要坐监，但他可能在坐监时候更加得闲亲近神啊，系咪？神咧得闲，更加在他生命中做工，更加成就伟大的事。有时我哋都经历困难，我都会经历困难嘅。但嗰啲困难，你越倚靠神，就对我有益处啦。因为圣经话咩咧？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万事包括乜嘢咧？顺境同埋逆境都可以对我哋益处。当你时时亲近神，如果你唔亲近神咧，顺境逆境都系有害处。点解咧？你顺境就骄傲啦，逆境咧埋怨啦，咁咧就冇益处啦。但系你越系凡事倚靠神，你就越得益处啦。同埋多祷告。聚會的地方就震動，就被聖靈充滿，並且放膽傳神的道，跟神有密切關係的目的就是傳講福音，這個就是神的心意來的。好了，怎樣合神心意？合神心意，神就會跟我們常與我們同在。第一，常在耶穌裡面才能有結果子，因為離了我不能，你們不能做什麼，一定是靠耶穌，一定是親近耶穌的。離了耶穌，你什麼都做不到的。就很多人做到很多事，世界上的事，不过是不是永存，他做的不是永存，一定在耶稣里面才能够做永存的。第二，信靠神的美善而开心，神一定祝福爱他的人。这一点就是我刚才说喜乐的秘诀，我亲近神，神一定喜欢，所以我成日亲近神都成日开心，这个是信心。信心就是我信一个神，神说他欢喜，一杯涼水他都歡喜，他會賞賜一定的歡喜，所以我就可以開心了。我信靠神我就開心，喜樂才有力量。你想想個基督徒，他 說 我很遵從神的，我經常傳福音的，不過他經常都是 很嚴謹的，哎呀，表情都是很硬的，他沒有榮耀神，沒什麼榮耀神。有些基督徒呢，可能大家都會接觸嗰啲基督徒，佢成日都係指責人嘅。你又唔祈禱，又唔讀聖經，你又咩唔遵從，你又乜乜唔做得唔夠好，你又神唔用你噶啦咁樣。啊，佢個心咧充滿律法啊！我哋應該充滿恩典去遵從律法。嗱，我哋係遵從聖經嘅吩咐，不過係恩典推動，唔係成日都係即係一種強制嘅方法，強硬式嘅去跟從神嘅，係歡喜嘅。神嘅心意係喜樂嘅，係咪啊？是開心的，不是好像苦瓜乾的，又不是好像法官那樣那麼嚴厲的，是喜樂的。神又是法官，不過是喜樂的法官來的，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。你發覺呢，耶穌對門徒說的話是充滿愛和恩典的，很多應許的，很多應許他們的，是對法利賽人指責他們，但他們悔改呢，神又馬上去祝福他們的。第三呢，自潔了，就會成為聖潔，成為 合乎主用，成為貴重的器皿。這個必然討神喜悅，一定是離開罪。第四呢，處理傷害。很多人呢，哎呀，被老公罵了一世一世，都是一生一世，哎呀，好慘的，哎呀，老公又不要我，老公又罵我，哎呀，兒女又不要我，經常都想起這些事，那就很苦了，經常都是負面思想情緒。不好的事要不要拿著要啊？不好的事，其實那些人說的說話停留在空氣多久啊？一陣間，但很多人捉實他的，哇，你罵我啊，有沒有搞錯，你罵我，我捉實你的說話，你沒理由日日指著他，你沒理由罵我的，你沒理由罵我的，日日跟他罵過，反而還苦，是吧？負面的說話需不需要捉實啊？不需要捉實，所以要清垃圾。其中我一個教導，清理垃圾，不好的放手。好了，所以處理不好的人際問題都是的，人對我不好我都善待他，那你做了你的本分，你就不會內疚，但你生氣他你就有問題了，你就有困難了。要輸人，不要計算人的惡，不要緊的，以善勝惡。有些人很蝕底，生氣他更蝕底，你生氣他什麼都沒有，但是你祝福他反而你得到更多的，還有放低自我的執着，放低自己的要求。很多人就說，哎呀，我又沒有大屋住啦，又冇，哎呀，成日住喺呢啲咁嘅板間房啦，啊又咩啊，又唔係好似人咁有咁多人探佢啦，嗱，成日諗呢啲，你越諗就越慘噶啦。你如果你真係住板間房嘅話，我都可以住得開心噶嘛，係咪啊？即係唔係要求你越要求你就越辛苦嘅。咁同埋委身憐憫人，恩待人，傳福音，建立靈明，神喜悅你，
神就常与你同在。同埋咧，以神为乐啊，神就将你心里所求嘅赐俾你；以耶和为乐，神就叫你成家地嘅高处啦，真系有应许嘅。咁咩叫以耶和为乐咧？谂到乜嘢都系神俾噶，空气好舒服噶，系咪啊？有个肺，哎呀，好舒服噶；有个口会讲嘢，会唱歌，好舒服噶；有个眼可以睇到靓嘅嘢，真系好好噶。世界咁多靓嘅嘢，多谢天父，乜嘢都开心。神会感动我的，真的好啦！神会改变人的，真的好啦！基督徒真的很多美善的，多谢天父。虽然他有不好，不紧要，那些不是他的问题。我看他的美善，那我就开心咯。那就见到什么都开心呢？那你就会以神为乐，也是从神而来。有些人开心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又去旅行啦，哎呀，我又什么啦，哎呀，我又赚了很多利息啦。那些呢，那些开心不错，不过你的开心不要主要由那里来。是神那里，是神给我的，这些一切神给我。这样呢，你数一下神给你的礼物，这个图画，以神为乐，感激耶稣为我们救我们，神的供应，神又给我们有喜乐，神又给各样恩赐，神给我们有能力，又提升我生命，又赏赐我，多少礼物，那我就欢喜了。还有当我们听神话，神就常与我们同在，所以这个神应承的，传扬福音，建立灵命，神就与我们同在了。咁我哋喺呢一陣咧，我哋就會咧去親近神。親近神咧，即係話我哋講完去，即係講完點樣親近神，點樣常與神同在啦，點樣被神嘅愛充滿啦。咁我就鼓勵大家咧，你可以嘅話嚟到呢前面。嗱，我就首先從大家用一啲詩歌先，然後跟住我都會企喺度中間，就同大家一齊投入愛主咧。你會發覺神嘅同在咧。是会越来越强烈，咁啊，可能有今日有突破嘅喎，嗱，有种期望，就唔好话，唔好质疑啊，唔好质疑，哎，唔知系发生紧咩事。其实你爱神咧，唔使惊。有啲人话会唔会邪灵嚟啊？话如果你祈祷奉耶稣名祈祷，邪灵仲快过耶稣啊？哇，咁啊，邪灵仲叻过耶稣，你系唔使惊嘅。你奉耶稣名系唔会邪灵嚟嘅，系耶稣嚟，唔系邪灵嚟。嗱，你愿意出嚟噶，你冇强，唔系一定逼。你願意的就可以出來投入祈禱，你會發覺神的同在加強在我們當中。我首先用一點詩歌，然後我就跟大家一起祈禱。 OK， 好，現在出來。好，大家自由出來，不如這樣，我不用琴了，我就這樣站在那裡唱。大家可以閉上眼，想著耶穌的愛。主耶稣爱我，可以企满晒呢度嘅。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企埋啲啊，爱我有圣洁高受我，主耶稣安慰我，主耶稣。安慰我，主耶稣安慰我，主耶稣安慰我，有圣洁高诉我，主耶稣医治我，主耶稣医治我。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拥抱我，耶稣在拥抱我。嗱，你又谂住耶稣喺你前面环绕你，耶稣，耶。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。
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。耶稣你真好啊！你同耶稣讲，耶稣你真好啊！耶稣你真爱我啊！耶稣你真系锡我噶，主耶稣锡我，耶稣锡我，主耶稣锡我，主耶稣锡我，有圣经告诉我，你深信耶稣真系锡紧你喎。主耶稣锡我，主耶稣锡我，主耶稣锡我，有圣灵告诉我，主耶稣拥抱我，主耶稣拥抱我。所以都出来你会感受更强烈的同在的。多谢耶稣，你开心。多谢耶稣，神在美好，神在美好，神在美好，你对我真奇妙，神真奇妙。一路谂住神几奇妙，一路谂住喎。神真奇妙，神真奇妙，你对我真好。神真爱我，一路谂住耶稣爱紧我。神真爱我。神真爱我，神真爱我，你对我真好。神拥抱我啦，而家谂住耶稣抱紧你。神拥抱我，神拥抱我，神拥抱我。座位你都可以起身的，你起身会更加好的，你起身会更加容易经历神的平安，神的爱，神的能力。如果你渴慕神的同在的话，你投入，你可以你都可以出来，多谢天父，从心底说说，耶稣我好多谢你啊，我好感谢你，我好欢喜你啊，我欣赏你啊，我钟意你啊，神你真系好到不得了噶，乜嘢好处都喺你嗰度嚟噶，乜嘢好处都喺你嗰度嚟噶，所有嘅好处都喺你嗰度嚟噶，我嘅生命变得咁美好都喺你嗰度嚟噶，神俾我咁多好嘢，我真系多谢到你不得了啊，我好多谢你啊，我好感谢你啊，冇咗你我乜嘢都冇，但有你我乜嘢都有晒。多谢天父，我下半生仲可以更辉煌噶，我下半生可以更辉煌噶，我可以祝福更多人噶，我生命可以更辉煌，更加发挥噶。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我真系中意到你不得了噶，好中意你，中意到不得了啊！神你真系好甜噶，神啊，你真好，哈利路亚。耶稣，我爱你。
耶稣，我爱你，我归拜你面前。你咁甜蜜，咁开心，咁感动，咁开心嘅，哇！原来亲近你好似喺天堂咁样噶，在地儿同在天上噶。我哋而家喺地上好似天上咁好噶，真系咧，哇！成个人轻飘飘，轻轻松松，好感动，好平安。嗱，我哋继续祈祷喎。我哋仲會繼續祈禱，不過我想咧，有啲人出嚟分享一下，鼓勵一下其他人。有邊個咧，你真係覺得好特別噶呢個經歷咧？就算咁樣，哇！咁集體祈禱咧，就已經好經好感動嘅咧。啊，或者你有啲咩神咧特別嘅感動啊、開心啊，你可以出嚟分享一下，鼓勵其他人。然後我再繼續嚇。有邊個你有感動，你唔好吝惜啊，唔好收埋自己，淨係自己要你分享一下出嚟，好唔好？好出嚟，係出嚟出嚟嚇，俾個麥你嚇。我覺得祈咗禱之後咧，我成個身係好開心，好開心，好似真係感覺耶穌抱住我。感謝天父，哇！真係，哇！你嗰啲表情咧，好似小朋友咁開心啊，好得意，好得意嘅表情啊！啊，鼓勵大家，原來咧，呢一兩星期咧有啲壓力嘅。嗱，大家黑埋眼聽下，黑埋眼喺祈禱狀態。幫助人啦，同埋追求信仰嗰方面，好多咁有啲壓力。但頭先個過程咧，就感受到真係同神好親近。咁咧就釋放咗，流咗啲眼淚出嚟，舒服咗好多。感謝天父，仲有冇人想分享鼓勵其他人？好好過嚟啊！即係鼓勵其他人咧，神真美好啊！即係話俾人聽，神真美好，一齊講啊！神真美好，真係好美好㗎！感謝神啊！我一出嚟嘅時候，我覺得我屋企人好似好放棄曬我咁樣，我先生又離開咗我，我兩個仔又搬走咗，我覺得好孤單。但係神話，我喺度啊！我喺度啊，喺你身邊嗰度啊！你唔好，你忘記以前嘅，我喺你嗰度重新開始嘅。神愛你，愛到你係神嘅掌上明珠啊！你係神嘅眼中嘅紅人嚟嘅，神好愛你啊！感謝主啊！多謝耶穌，耶穌安慰你嘅心嚇、啊。我都睇到佢嚇、啊，真係咧，耶穌感動佢嘅心。仲有冇人想分享啊？哇！耶穌係咪好好啊？嗱，我一齊真心同耶穌講，有啲感情。耶穌你真係好到不得了嘅，耶穌你真係好到不得了。耶穌你真係，我哋真係要親近你啊！我哋要貼緊你啊！我哋要緊貼住你啊！仲有冇人想分享嘅？可以出嚟分享一下。好，如果好好，多謝天父。哇，係咪好奇妙啊？呢啲分享係咪好奇妙啊？神好奇妙啊！嚇，係咪？好。好，感謝主咯。即係我咁多年嚟咧，我心裏邊係好多重擔喺我心裏邊。但係就頭先你唱詩歌嘅時間，我都已經係不停咁流眼淚。咁到我祈禱嘅時間，我知主耶穌你係冇放棄我喺我前邊，都係帶著我走。感謝天父，感謝耶穌，耶穌好真係咧，好緊貼我哋，佢知道我哋嘅需要。他關心我們的，他不是很遠的，他就在你前後環繞你的。我們繼續黑埋眼禱告，還有沒有人想分享的？可以出來分享，隨時一會兒到我們上下有人想分享，你舉手，我們就讓你出來分享，鼓勵一下其他人。 OK， 好，感謝神。剛才牧師帶出的時候，我都和你的眼睛都感覺到主耶穌在我前面，我都好即係好受感動，好感好激動咯！我感謝主，你要帶領我，感謝讚美主。多謝天父，耶穌真好啊，係咪啊？所以我哋日日都話耶穌你真好，有耶穌萬事足，係咪？哈利路亞！好嗱，我哋繼續黑埋眼嚇。
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安守在我身上，安守在我身上，你永远谦卑服侍我，你永远谦卑服侍我，我感谢你，我享受你，我感谢你，我享受你，真是享受神咁噶。你在我前环绕我，安守在我身上，安守在我身上，你永远谦卑服侍我，我感谢你，我享受你。嗱，教你嘅姊妹可以拥抱下佢啊！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安守在我身上，我永远谦卑服侍我，我感谢你。我想告诉大家知下，因为有时候人很多伤心，有些伤心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伤心，有时候很痛苦，耶稣安慰他，他就会那些忧伤走出来，一下子之间就难以控制，但我们就怜恤他，怜悯他，其实他是得到很大的安慰，是礼物来的，就不要觉得很奇怪，就是说是礼物，即耶稣会这样安慰人，真的是一个大的礼物。我们一起继续亲近神，我们继续亲近神，我们给神去医治安慰，不单止医治安慰，提升添啊，提升啊，将我们的生命提升，帮助我们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能力，好像撒母耳那班先知门徒带着神的同在，神的能力去侍奉神，好像保罗，好像彼得带着神的同在，这个就是我们所渴求的。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继续黑文眼，继续黑文眼，多谢耶稣，神你真是好啊，耶稣你真好啊，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主耶稣，你真心跟耶稣说，有谁能像你啊？有谁能像你？有谁像耶稣？没有人像耶稣的，没有人好像耶稣医治我们，安慰我们，没有人像耶稣能够医治我们，改变我们，没有人像耶稣能够提升我们，没人似耶稣能够凡事祝福我们，没人似耶稣，没人能够取代耶稣，耶稣你真好，我希望大家感激神。有些人哭，你觉得哇，为什么哭呢？其实呢，感动的哭是好的，两种，一种是释放的哭，忧伤的哭，一种是感动的哭，是好的，这个经历神的爱。圣经说什么？在罗马书五章五节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，他浇灌在你心里，你不单止是今天，你第日多亲近神，你越来越多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。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神你真美好，有哪个似神啊？我们多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耶稣
稣爱我，耶稣，哦耶稣，耶稣，哦耶稣，耶稣，哦耶稣，你同在令我完全。你同在令我完全，耶稣，哦耶稣，耶稣，哦耶稣，耶稣，哦耶稣，你同在令。完全天父，天父，哦天父，天父，哦天父，天父，哦天父，你同在令我完全圣灵，圣灵，哦圣灵，圣灵，哦圣灵，又谂住神，又谂住圣灵，圣灵，哦圣灵，你同在令我完全，神你真好啊！神你真好啊！我欢喜你，我感谢你，我感激你，有神万事足啊！哈利路亚！我要歌颂你圣名，哦主，歌颂你圣名，哦主，因为你圣名至高，因为你圣名。至高配得赞美，我要歌颂你圣名，哦主，歌颂你圣名，哦主，因为你圣名至高。父，求你临在我哋当中，求主耶稣你临在我哋当中，主嘅圣灵临在我哋每一个人嘅身上，围绕住我哋，围绕住我哋。你伸开你嘅手，你拥抱耶稣，耶稣拥抱你，耶稣呢一阵临在你身上，与你同在，安慰你嘅心，围绕住你，围绕住你，按守你身上。你相信耶稣而家将个手放喺你嘅头上。耶稣啊，我需要你，耶稣我需要你啊，耶稣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的爱，我需要你的同在，我紧握住你啊，我捉紧你，神啊，你临到我身上，你祝福我，提升我生命，让我下半生不再一样，我下半生不再一样，我下半生提升，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能力，有神的爱围绕住我，神的同在围绕住我，主耶稣。主耶稣，我知道你深深爱我，你深深爱我，我的心爱慕你，我的心爱慕你，你是我一切，你是我一切，我是你冠冕上的宝石，我是你冠冕上宝石，也是你眼中的同人，眼中的同人，我的心献给你，我的心献给你，完全属于你，完全属于你，我的心献给你，完全属于你。
属于你。嗱，你要深信神嘅同在会加强嘅。嗱，其实咧，我哋越用长嘅时间亲近神，你唔使一定谂住有咩经历，你就谂住神啊，我就系欢喜你，我欢喜你，我中意永远亲近你，将来去天堂都系噶，永远亲近神。我而家就开始啦，我永远亲近你，你就系耶稣，我永远亲近你。我要永远做主你大爱，我要永远忠诚你恩爱，我要永远忠主你大爱，我要永远忠诚你恩爱，我要永远忠主你大爱，我要永远忠诚你恩爱，我要永远忠主你大爱，我要永远忠诚你恩爱。主耶稣，我要永远赞美你。主耶稣，我永远亲近你，我永远欢喜你，我永远以神为乐，我永远喜欢神，我永远捉紧耶稣，抱实耶稣，永远享受耶稣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你现在跟耶稣说，耶稣你来吧，耶稣你来吧，耶稣你来，你临在吧，欢迎耶稣，耶稣愿你降临，停留在我内心里面。耶稣愿你降临，停留我内心中，为你被我欢迎。主耶稣，我们欢迎你来居住我心。主耶稣，我欢迎你，我欢迎你。耶稣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。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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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需要你。我有耶稣，我万事足。我有耶稣就唔再受苦。我有耶稣就满足，我就开心快乐，我就结出果子嚟。我有耶稣就结出好多果子。耶稣啊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。我捉紧你，你一定欢喜噶！你而家对住我笑啊，耶稣，你而家对住我笑啊，我就好开心，好开心啦！哈利路亚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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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喜爱笑嗨着我，我我我。耶稣喜爱笑嗨着我，我我我，爱笑嗨着我，在他身上坐。耶稣喜爱笑嗨着我，我我我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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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耶稣喜爱笑喺着我，我我我。耶稣喜爱笑喺着我，我我我。爱笑喺着我，在他身上坐。耶稣喜爱笑喺着我，我我我。哈利路亚，我有这喜乐，哈哈。主耶稣知我，我有这喜乐，哈哈。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喜乐，哈哈。主耶稣赐给我，被世界所赐，被世界所夺去。哈利路亚，我有这力量，我有这力量，哈哈。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力量，哈哈。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力量，哈哈。主耶稣赐给我，被世界所赐，被世界所能夺去。哈利路亚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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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啊，哇，我哋开心到不得了，我哋开心到不得了，冇晒烦恼，冇晒重担，完全冇晒重担，开心到不得了啦！我哋个个都做晒开心果啦！我是一个开心果，又响又甜又好吃。我是一个开心果，又响又甜又好吃。我要永远赞美耶稣。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。我是一个开心果，又香又甜又好吃。我是一个开心果，又香又甜又好吃。我要永远赞美耶稣。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。飞啊飞，飞啊飞，飞到耶稣怀抱里。哈利路亚，飞啊飞，飞啊飞，飞到耶稣怀抱里。哈哈哈，跳啊跳，跳啊跳，跳到耶稣怀抱里。哈利路亚，跳啊跳。跳啊跳，跳到耶稣怀抱里，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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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飞啊飞，飞啊飞，飞到耶稣怀抱里，哈哈哈！跳啊跳，跳啊跳，跳到耶稣怀抱里，哈利路亚！跳啊跳，跳啊跳，跳到耶稣怀抱里，哈哈哈！嗱，大家感受下你而家个心灵同埋身体，同之前有咩分别啊？如果想出来分享的可以出来分享一下，你心灵身体神的同在会带来什么果效，可以出来分享一下。哈利路亚，多谢天父，轻松很多啊，你可以坐下，其他人可以坐下，想分享的留在这里，想分享的留在这里，有谁想分享的？在耶稣里面很轻松，他原来什么都知道，知道我们发生什么事啊，但是现在在耶稣里面的时候，真的感受到他的拥抱啊，
即係我攬住耶穌嘅頸啊，好舒服。感謝天父，真係好似個細路仔咁啊，好感恩。感謝耶穌，繼續有力量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好。好感受到咧個心咧嗰陣時冇咁開心嘅，咁當咧即係詩歌啦，同埋即係有神嘅同在咧，我不停喺度搖啦，即係好感受到神嘅同在同我一齊嘅，即係搖到我咧，我係覺得每好我驚好大動作咧，我驚搖啊搖下會乜嘢，但係真係知道神嘅同在啊，好喜樂。感謝主，榮耀歸俾主。神就一位親近我哋嘅神嚟噶，所以我哋可以放心親近神啊，就係進入神強烈嘅同在。嗱，如果你嘅教會有咩群體咧，想我去祝福，我唔係為咗講緣分，我義務去嘅。即係話咧啊，譬如教導點樣親近神啊、遵從神啊、侍奉神啊、提升生命啊，呢好多教導我都做嘅。啊，亦都點樣查經法啊？我係樂意去你嘅群體祝福啊！我想祝福更多教會嘅，咁你可以同牧師講，你話佢真係幫到我哋靈命提升喎，親近神喎，咁。